我到这边，骑到这边，骑到凤羽路的最头，凤羽路与这个槟榔路的交界处。哦，我靠！今天是大风天呐，大风天，风很大。好，大家好啊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是2023年的2月25号，现在是下午的4点23分。那我现在在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凤羽路与槟榔路的交界处。那本期视频就是拍一下凤羽路，我骑的依然是我这个共享单车，依然是共享单车，用共享单车骑行。那今天的最高气温呢，好像是17度。我看一下啊，今天那个突然有大风嘛，今天最高气温17度，最低气温呢那个9度，各位能看得清楚吗？最高气温17度，最低气温9度，那现在15度，晴天，东风6级，湿度36%，湿度还行。那我本期视频就拍摄一下凤羽路，骑行拍摄一下凤羽路。那我们现在开始啊。现在是4点25分，下午4点25分。今天星期六，今天星期六。那我们开始。我们掉头。槟榔路，槟榔路我就不不槟榔路是凤羽路，凤羽路我就在，之前我也拍过凤羽路，但是不是今年，是前年还是去年，我都忘了不太清楚了。这条路呢就是凤羽路，这边有一个，玉子潭公子，是不不不玉子，玉子三太子公潭，玉子三太子公潭。这是要走还是不走？你这不是？哦，他是要倒车入库啊！你看，女同志，老同安土菜馆。那我们接着往前走，东明路与那个凤羽路的交界处。东明路与凤羽路的交界处了。东明路与凤羽路的交界处，好，可以再继续走了，继续骑行了。我们这边的那个，电动汽车的普及量很高啊，就是说，因为气温现在也是最冷，气温冷也不会冷到零下，是吧？电池最怕的就是冷，冷了电池不拿就冷，当然要开空调了，
空调这个是开不起的，开那个热空调，开暖气是受不了，但是开空调还是可以接受，还是可以的。这是公交站，等车的公交，等车的，等车的人什么？等车的公交，说话说瓢了，瓢。槟榔西里啊，右手边是叫槟榔西里。再见。我这边来，左手边我之前有来送过东西，感觉不是很舒服，因为走上去了以后，好像上面没电梯啊，它好像是没电梯，我记得好像没电梯啊，因为时间比较长了。正好是绿灯，这可是都要收费停车费的，不是免费停的。我们要走里面，要是怎么走？看看。大扑克、大排档，这是在装修啊。不是，花店。本店转让，其实做这些大部分都是那个做外卖的转让，这些银行是不会倒的 ，ICBC 好像叫做爱存不存，工商银行霸气外露，爱存不存。哎呦！风雨路还要走过去，还要过去才算完。那我们。可能要上天桥，上天桥上去。走到湖滨南路了，凤雨路与湖滨南路交界处，这往下的那一条呢，还是凤雨路。那我们接着往前走嘛，走到湖滨南路了。我把车子停在这里。那边应该都有，还有车子吧。那这里呢，就是湖滨南路与凤雨路的交界处，这是一个天桥，人行横道，人行天桥啊。今天呢是那个厦门天气说是有大风啊，降温。昨天我说了，昨天最高气温还二十几度的，今天最高气温就是17度，啊，差了
说降就降。这条路呢就是湖滨南路，那个方向呢就是呢去往那个连板方向，连板方向。然后我们这一头呢，风很大，不知道大家能感觉得到吗？然后我们准备下去，这里就是这个好建发房产，我不知道能看得到吧？建发房产，这个好像是那个绿家园小区。然后我们下去。找一辆电动车扫一扫，找一辆黄，上面是黄框的，有没有？好像没有，都是黑框的，黑框的不一定好骑。行，没有就将就的用着，就这辆了。哇，好冷啊！现在才16:44。那边还，现在还车，然后这里扫码。OK， 说话。还没扫吗？开锁成功。开锁成。车提醒您：安全出行戴口罩，减少聚集，勤洗手。美团专车提醒您。好，我们接着往凤羽路的方向走。对，有个幼儿园。美甲的 ，SPA 的，美容的，美容美甲的，那个美甲的，土特产的，洗脚房，酒店。雨上音乐，音乐，做茶叶的，差不多也要走完了吧？走到那个，应该走到。下河路与那个凤羽路的交界处，骑行不是走，骑行。我去，应该快骑到了，
前面就是下河路与凤羽路的交界处了，那边有一个什么酒店来的。华夏大酒店以前好像是。元昌广场，这里是元昌广场。啊！人又长得高大。嗯，这里做那个餐饮的特别多，因为靠近火车站嘛，是吧？靠近武村汽车站，靠近火车站这边，大部分99%的都是做餐饮。好，那快走，快骑完了。右手边呢是武村汽车站，左手边呢是那个灯具城，武村灯具城。哦，风好大啊！我靠，这小狗高兴的，等一下，这车。对，你看风多大，风多大，你看风这么大，把车子给都给吹倒了，风这么大，把车子都给吹倒了。今天有6级啊。6级风。那我们本期视频，那个凤羽路骑行凤羽路就拍摄到这里为止了。那感谢大家的支持。那我找一个地方说话，这里都是风口啊，行，就在这里吧，风口就风口。那感谢大家的支持啊，欢迎大家订阅我频道。本期就是拍摄的是。啊，凤羽路，啊，今天是2023年的2月25号，现在是下午的4点41分。那今天天气温度呢？最高温度好像17度，我又记不住了，脑子不够好使。那今天是有大风天气，今天最高气温呢是17度，最低温度呢是9度。那感谢大家的支持，那本期凤羽路就到此为止。如果大家有什么建议的话，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。如果大家还有余力的话，可以加我微信或支付宝给我点资助。那谢谢大家，那我在厦门生活不易，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啊，外面实在太冷了。我虽然只有几度，十几度，但是还是很冷。我到这边的那个 KFC 先坐一会儿，喝点水。